对，但一v一的话就很难打了，只能叫假猴了。假猴往后打一个看照果实，也开始拉扯，下路开节奏直接开点，狂点反身一勾，但艾博已经没有战斗力了。不过艾博这边没血量了。哎，蓝 buff 是怎么回事啊？沙皇过来了五级，但冤家也过来保护，赶紧帮忙打一下。给个球交闪，交闪了，没问题。包括他其实那波守他自己的蓝 buff 也是挺赚的。哦，拉了一下，厄斐琉斯输挺高，艾博交闪了，闪现跟精华全交了。哇，这个厉害！哎，但这里俊佳过来，这次高的来了，这波感觉还是挺危险的。乐言，但是这边打不过，柱子卡回来，一个普攻交出了假猴，两边都有一个残血的人，闪现是逼了出来。哇，乐言这波立功了，其实他把俊佳闪现打出来，而且侧方面也保护了一下艾博。不过这边好像还是要死啊 ，Strive 能不能来得及？有没有踢？有六级的岩雀，先动谁？直接推死了。沙皇拿到了一血。这边的话，两个人可能都要死，冤家能不能勾一下？这个夹子放的有点精髓啊！接着看两个人，没看这个闪现交完以后能跑掉吗？岩雀交闪跟 Q 短了一点，但没口应该跑不掉了。应该是个二换二，没口应该是卖自己了。哎，看一下刚才这波，而且很果断，他就先把艾波给做掉了。对，然后直接留，这波直接过来一推，直接推死了。是，给一口治疗。这一波做的真的太帅了。是的，而且。那边没勾到 Scout 的，被挡了一下，而且 Maple 这个闪也是有点厉害哦。这波 Maple 自己的操作完全没毛病，拽人也拽人。想送 Cube 推了过来，那很尴尬。一个带疾跑的 Cube 能跑掉吗？徐阳哥没有从那边粘，他是从三角过来，那应该是跑掉了。但这场有一个特殊原因，是因为被换野区了，所以导致下路两个小子掉特别快。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这一把是 ETG 的阵容，他们也知道了，就尽可能的少去做争夺。但这里就不一定了，人家直接过来。石阳哥好细啊，我感觉还是要自己去主导这个进攻的节奏会比较舒服一点。看一下刚才这一波，石阳哥这波打得挺细的，但这一波 Cube 上去也确实有一点要事情了。对，他这波技能全中，你看是最后一个 Q 都中了，中了两个 Q， 一个打出一个 R， 这没有一个miss。纳尔就这么点伤害，对，全吃了，全中了。这一波岩窟没躲掉，但是有大招直接把进攻割开了防御塔，闪现啃还是要死。这波巨很好，中路 R 也是还以颜色。又变大了，过来打几分？格温也开了几走，这波有极细的，有极细的。山哥这波是没有大招，是。闪现得短了，还要硬杀，还要来吗？能杀掉感觉。Cube 最后一个 E 拉开了，这波 Cube 在上路完成了一波单杀。我觉得这波石山哥如果有打一打的，两边战力应该都差不多。是，看上路这一波，石山哥仗自己变大，准备上，先中了个茧，主要是没大的一个纳尔，对 W 也没拍到，Q 技能给到，结果发现这个格温伤害有点高，被粘到就打不过了。对，征服者打出来，哎，正好最后一个 E 拉开了，哎，很潇洒。反正他这个打也拍不出来了，对，最后，但只要他们如果这一条先锋放的话，感觉是想揪所有的这个精力去打这波小龙。哎，这波没跑的位置，他是没闪的呀，那直接被泰坦的大招锁头。没跑这边能跑得掉吗？自己也挺危险的，一个秒表可以拖一下。没跑这边没死，让我这边被击飞起来。外包是拿到了 Strive 的人头，这波的先手反而是左右直接封下你走位，想推一下中路，但是有一个人在绕 Scout 的 TP。申阳哥的话是一个半路的，纳尔也来了，这波推了大吗？推三个，而且梅普大招也接到了，接的非常不错，红的击飞 Scout 一个秒表可以拖一会儿，也许已经倒地了，这边能杀掉 Scout 吗？没有死，最后一丝血，这也给他活下来，金克斯全倒了，哇，这波打了一个一换四，完美团战、啊。这 Scout 这个推配合梅普的大，配合猴子大，这个 Scout 一丝血还没死，对，这个没死，我觉得哎有点不能接受。回家更新完装备以后直接踢，哇，这个眼有点刁钻，看谁反应就来了。又是你艾博啊，
上次就是你反应过来了，上次也是中路。不、哦，还好他还有个进化，没进化的话感觉也有点问题。但艾博还是被山哥拍死了，反应过来是反应过来，但是枪宝这个绕后还变大了。但是山哥这波，但是是个假猴在顶在前面啊。哦想弹过来一个 Miko， Miko 这边还是比较脆的，军家直接是打了上去，但这样的话可能自己会有点危险，这波要溜了，直接开个假头溜了。哎，这因为他前面是出了个退猴子要上嘛，这波军家的血量有点低，开有点勉强了，而且被套了个虚弱，对，死到这边很尴尬。Miko 大招救一下，救的效果还可以，军家再次进场，切飞了这边的岩泉也倒了，这巨魔也死了，死到直接戳了上来，哎，把 Ivo 也给杀了，这波一定有点，就是刚才说到了中期的那一波，而且这一波真的是中野。没有做没有任何的牺牲就成功的被 EDG 拿了下，你看是这波俊家找到先上，第一时间被打成半血了，虽然队友离得有点远嘛，但这波主要是格温不在，拉开紫耀金身也是躲了泰坦大招，而且 Miko 这个恶意收购还是起到效果了，闪现进场。第二时间其实俊家是进场很漂亮，很非常漂亮，对他等于说跟 Scout 的配合是把对方的双线给清，下路二塔也守不住了，这边想扎 Miko， Miko 有闪的，嗯，交闪现，交 TP， 来自岩雀的，这一勾又没有勾到，冤家大招没好，冤家大招还差一点，而且山哥这个位置冤家基本上在这里等死了，哎，交闪现躲一个纳尔的拍，但是这边岩雀被拍了，岩雀大招丢吗？怎么在这里吗？然后 TP 下来直接是传送，下路二塔被推，高地也根本守不住，中路也有纳尔在带。过来硬捡了一波，这波捡来还可以，但 Viper 直接就防空上了，大招直接给到 Ivo， 再叫闪现下去，直接 Rampage。Q 不也是被逼回高点 ，Q 不真的太脆了，那一波了 ，TD 这边突然的强起节奏啊，将近两分钟之内吧，直接把 RA 给打懵了。看一开始咱们在分析中期局势的时候不就说吗？就如果 EDG 有一波，其实这场比赛结束的会挺快的。推了两个，这边推过来的话，丁家跟岩雀相继阵亡。这边乐言是回了高地，还是被沙兵给投死了。上来有点高地，这边是一个人没死，一个人没死。而且这一把，你看一下 Miko 这个 KDA， 0-16，这个有点完美。说实话 ，Miko 这把真是完美 KDA， 包括几波反转他那种。